这是广东队的。最后上场的陈世华。换杠动作 D 组是目前就是国际上比较就做的最高的难度的一个换杠，就是 D 了。臂转很明显的一个亮臂，然后零转接分腿叶格尔，零转180也是个 E 团身旋下，这个连接的下法能得到0.2的加分。因为如果前面只是一个普通的回环加团身旋下呢，就不会有连接加分，但他前面做了个 E 组，然后再做一个下法就能得到0.2。他一上来就做一个帕克的换杠，亮臂很漂亮，等于他是个 EED 能加到0.4。我们现在回放中看到这些，就是现在中国队也最拿分而且高低杠的这个基本上是国际上